无你你唔吼，你试一阵啊，看迄个声呐吼。呀，安尼有大家讲讲啊，因为正惊讲有诶声详细声是毋是啊？诶，迄个小钟迄个，咱即马有可能分队声有当遐较细声啦吼。所以你即马你讲看嘛，甲你伫黄钟遐呢，你差不多你伫遐偌久？伫遐二十，差不多二十二档左右吼。嘿。哦，所以这个时间较长，迄个时阵你去新港遐，就是已经是咱算中寿县当地啊时阵，是敢讲做中区安尼。迄阵拄好咱新总伊有诶迄落，家厝也拆起来起楼仔厝，啊准备要安县堂。哦，你原来伫原来遐就对啦，哦，原来遐。啊，伊起好了后，互我接过，接过最后诶辅助伊诶县堂。啊，迄阵开始，才过伫啊，伫到72年。72年。哦，迄毋规排起诶。无啊，伊迄间尔。干那间尔。伊在遐含进海，在海产诶遐是规排连做伙。哦，安尼。啊，伊买三分之一。哦，买三分。啊，伊起一间，啊，进海产诶遐若有起诶，当起两间。哦，所以咱独立家己起诶就对啦。对，伊独立起起来。哦，毋是规个起起来，对，好，你看卖吼。我怎着？啊，咱今仔是民国95年9月25日啊。今仔咱请咱中祖县堂的各位咱遮的前辈呢，来甲咱讲遮的中祖县堂啊建设过去的遮的趣味的代志。啊，上头呢，咱来请咱啊黄总了文书呢。甲咱讲啊，即、這个啊，中祖县堂啊，要起以前的寡代志吼，咱即摆请咱黄总吼，先是毋是黄总，咱敢袂使先介绍你家己，咱黄总敢咱倒位人？台南市。哦，伫台南市吼，啊，伫对一搭。咱是较早是小西吼，然后是小西嘛，进前的红家路吼，啊，红家路。路哦，即卖新闻咯，哦，安尼较后壁就对啦吼，哦，就等于健康路过到新闻路，迄个大遐对啦，哦，啊，黄总，你当时咱当时生几年生？我是民国二十五年2月2日。哦，真好记哦，二十五年，哦，你若过22年2月，哦，这还更加厉害哦，哦，你先去考，应该是会当会记的，哎，好记啦，哈，好记，哦，所以25年的时阵，这迄个个都还袂开始战争的嘛，还袂嘛，吼，我记应该是27年较战争嘛，啊，那台湾，你几岁时较开始战争，你有印象？7、8岁时阵啊，咱迄个二次世界大战伫迄个时阵，哦，七八，我会记是12年哦，12年哈，12年的时阵，哦，差不多民国到30年遐，哦，30几年遐吼，因为咱34年的刚好嘛吼，哦，30年，啊，你伫遐你有看到，你有疏开到？诶，有哦，我因为。算讲所在嘛是，所在嘛是台南市啊，万里吼。哦，叫万里。伫即个市内小西卡。小西卡，嘿。即个等于伫个万里，即马万里嘛是算较早嘛是台南市啦，是较中卡啦吼，较中卡。就，到尾我要过江埕迄边。对。哦，迄边对。啊，是啦，咱即个所在台所在过一边。计算空隙吼。其他我那要印象，就是讲空袭的时候，你拢空袭伫个市内啦。我拢空袭起来。拢空袭伫个市内吼，西门路这迄阵遐拢啊算老区嘛，算市内嘛吼。民权路、西门路这拢都是空袭的对，这个对象吼，对象吼。啊，所以咱较疏开较等于较市区啊，较市区啊啦。哦，啊，吴总，你家己有看到飞机无？有啊，看到空战啊，看到空战哦，亲身看到空战，嘿。哦，安尼哦。啊！你有看对一边拍来无？还是无？还是讲？迄阵拢个，迄个吼，拢个日本迄阵吼，一寡战斗机拢拆过来，大概拢
日本，日本遐济哦，日本遐济，日本可能无相对比啦，因为那时阵来咧空，来咧空前，那时阵拢三十比三十倍吼，比三十倍迄种诶吼，迄阵有比三倍诶。你是讲比李高较侪？李高是正字嘿，啊，迄个是比迄个李高是轰炸机，三倍是战斗机。哦，战斗机安尼是。上多少？上多少？上多少？诶，迄是应该四三十倍啊，一五三十倍啊。你讲我是讲迄种听迄个啥 ？B 三，因为 B 哈 ，B 就表示迄个轰炸机。哦，轰炸机。嘿嘿嘿。啊，你像 F 啦 ，F 的表示战斗机啊。哦，即伊有分，伊有分。迄阵做囡仔个听着吼，但是迄阵迄是上个多。上多的，哦，上多。啊，伫空袭的时阵，伫空前的时阵吼，就上来通摕一批较济。哦，安尼啊。你可能迄个飞炮吼，迄飞力可能，迄个吼比军机强较严实。比军较厉害一些，飞机济啦。像我迄阵会记是七八岁、八九岁的时阵。哦，七八岁、八九岁。迄阵两个有哪无讲介济？啊！你有看人讲轰炸到无？讲轰炸是要亲身看到啦。不过是看到的景吼，就是讲像咱迄个市内嘛、市区嘛吼，前路边关内啊吼，迄烧拢迄阵拢迄个烧一大吼。好好好，燃烧弹，燃烧弹，燃烧弹。啊，拢规个市内拢逐渐逐渐拢是火烧啦。哦，拢火烧。看到迄个景啦。哦，看到景。啊，有讲安尼像炸一空落安尼无？炸一空有哦，炸一空咱迄阵。空袭离厝西台前上大个伫台湾吼，那么就是讲五百起落嘛。哦，五百。迄种迄个，看到，迄种伫迄个咱在即摆迄个金华路、新兴路迄个路口遐吼，迄拢也够稳啊嘞吼。足大个。好做看嘛。五百起落。哦，安尼哦。真听是安尼。哦，啊，像你阵咱，你个老爸老母。带恁出去，也是讲空手来，恁就家己走，是安怎？空手迄阵拢嘛无啥所在通走，拢嘛避伫厝内啊，避伫迄门门窗口吼，拢避伫厝内较济啦吼。啊，当然伫迄个市外吼，是拢有乌迄个防空壕吼，迄个防空壕咧遮啦，遮伫。啊，但是伫市内大概拢避伫门窗口较济。无讲地下室啦，啥货？迄阵较少啦，少啦。啊，迄阵的建设吼，啊，还佫毋是讲做法，哦，安尼哦，哦，我来记起阮细汉，国民校身队还佫有咧演习的啊，都在美记校的防空壕内底。哦，就是迄阵有了，迄阵还佫有，哦，了，迄阵了。校拢有，对啦。校都拢有迄个做防空壕。哦，所以你读到即个时阵，就是讲。到小学的时阵，就拢空袭啦吼。啊，空袭，安尼唔到你差不多三四年就了嘛吼。哎，对对对，三四年就过后啦。哦，安尼了。啊，你了以后，你国民校读了，读了哈，读了以后，啊来你有做什么代志？因为迄个时阵吼，可能我这算迄个年代较特殊啦，因为我有着战乱。是啊，是啊。当时在读册的时阵是日本时代，日本时代吼，我读两年的日本册，我所以即卖日语半正变来，是啊，是啊。那么，三四年迄阵高考啊，吼，读迄阵的教育是人有二手，伊拢读迄个吼台语的，台语的，啊，到五六年读国语，所以阮伫即个阮的年代吼，多是过日本教育，台湾教育到国语吼。哦，是迄个时阵，啊，出社会了吼，因为有感觉讲，伫迄个年代，的家长拢较无重视这个学历，吼，这个学历拢较无注重，尤其是经济嘛无好嘛。是啊，是啊，是啊。啊，因为安尼，所以，学校去毕业了去，吼，去食头路。啊，安去对食头路？我是食头路是伫迄个东门旁边啦。哦，东门旁边。较早敢就是做东门啊？伊东门较早期是啊，做东门织布工厂。东门织布工厂，啊，较早是啊。哦，啊，伫对一搭。伫有哪伫市内，伊话伊个迄个厂房，厂房地厂房是伫友爱街遮。哦，伫友爱街哦。友爱街。规啊，友爱街含中正路迄边。哦，对对，伊家另外路在伫迄个所在。伫迄个搭吼。哦。啊，所以咱伫遐做先做甲偌久？因为足久伫即个东门即个系统，你敢是安尼爱去做兵嘛吼？我爱做兵。哦，啊做兵以前安尼到遐安尼几年？因为
迄阵毕业了吼，过阵当就去入去伫龙门织布工厂，迄时阵的名称是织布工厂。是是是。啊嘛，迄个时阵会记讲吼，伊伫39年，我就入去伫龙门织布工厂。哦，39年。啊，民国39年。嗯嗯。我迄时阵嘛，哦，都38年七岁呢。对啦，啊，是大人吼，都囡仔来毕业就关门要去食。对，然后迄阵有头路就真好啊。是安尼。啊，所以我39年就入去伫东门织布工厂。织布工厂，嗯嗯，是安尼。哦，你好。系啊。啊，迄阵东门差不多有偌济人？东门迄个时阵，因为迄阵的织布厂设备无像即摆较自动化嘛。是是。迄阵拢一台织布机一个吼，一个人在咧操作一台织布机。嗯嗯。吼，唔止像即摆讲一个人操作几啊台哈。对。唔止种情形下，所以王刚迄阵较一个去。伫另外几家迄阵，虽是讲工厂无大，但是用人有哪几啊十人，有哪几只人吼。因为敢若织布机，我有一个印象，着有30-40台，30-40台，等于讲爱要30-40人。对。啊，搁咧织机，啥物吼，印绳啊，啥物。对。所以，会使讲迄阵可能大约啦吼。嘿嘿。50-70人啊，应该是有。哦，安尼哦。39年，哎，39年，我迄阵就算真大嘛，迄阵工业未发展吼，啊，未发展，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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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请教，敢你敢知影什么机缘是安怎咱东云会去做这个工作？因为当时吼，这可能是有哪，咱伫台湾了，咱较知影，台湾的这个工业的起步是伫纺织来，啊，因为国号后，嗯嗯，咱。生活拢做歹嘛，迄阵会去咧穿个穿衫，拢搁内裤拢要穿迄个棉粉底啊，米粉，嘿，中美合作个，中美合作个，嘿，中美。啊，还搁迄个时阵，所以迄个物资真缺乏啦，吼。嗯。那么咱国货了，米粉就是拢支援这个纺织业个，所以了，咱迄个配迄个吼，迄个米粉这个面食嘛。面食。嗯嗯。所以咱台湾迄阵个这个织布厂将哦。啊，许下伫东门，伊即阮个老板，伊个是算讲伫大龙关个，伊伫将军这边遮啦，将军遮啦，哦，啊伊设厂来伫。伊敢是就是咱陈友豪先生个，领主哈，有没有做单清耀先生？哦，单清耀，哎，是阮个，阮入去石头时，阮个董事，个头家了，对。头家啦，哈，好，好，啊，所以，啊，继续，啊，因为。我39年入去，入去伫迄个时阵是，吼，算讲较早迄个无像咱即马较专业，讲人才培养拢单独一方面。迄个时阵是逐项爱做，所以随时入去囡仔讲吼，逐项学啦，吼，逐项拢做啦。迄个沾车、沾即部车的车油啦，沾油啊，爱做。啊是讲你是个啥物，逐项拢。有啥工安尼着？吼，逐项拢爱做。哎，是安尼。啊，所以。伫迄个过程，吼，就是安尼，伫遐服务迄个过程。啊，请教你迄阵去上班，拢用行去，因为伫遐算轻轻啊。哎，轻轻啊，系拢用行，啊，毋是最高是骑一只脚踏车。哦，迄阵脚踏车咪还阁足少。啊，我请你估计，迄个时阵台南市脚踏车有几台？应该很少啦，拢是老老爷车啦，吼。啊，是了后较有一挂迄个讲日本的迄个附属棒，我去附属棒就不得了。对对，迄阵那迄个骑附属棒，阮老板吼，陈清耀先生嘛拢骑一台。骑附属棒，啊。是安尼。啊，陈老板又穿目镜来无？迄阵是穿目镜吼，穿目镜是阮阿爸较少啦，因为伊迄个。主体吼，伊骑车吼，伊互相甲工厂那无介，只骑伫边上路。哦，伫边上路，就是边上路，安尼较近嘛。系，无讲那无介。所以讲有即讲坐三轮车来，是啥？迄阵三轮车当然是，较系伊拢骑主轮车，较少是了解是安尼。啊，所以咱迄阵吼，咱迄阵的时代背景吼，伫即个抗战胜利以后呢，其实咱台湾也阁足散的。哦，你看干呐，脚踏车都无几台。所以大家拢用行诶，啊，咱也无啥物工业，吼，主要是即个纺织，吼，都像咱黄总诶讲诶吼，干焦即个纺织业，啊，即纺织业呢，佫因为咱伫伫38年呢，咱国民政府为大陆撤退时阵呢，上海我即个做纺织诶，哦，即个呢啊，佫移来台湾，所以咱纺织业怎为啊一直发展起来，吼，即就是咱过去咱诶背景，吼，咱。
台湾迄阵实在是会使讲真惨嘛，吼啊，战争佫破坏了，佫无工业，佫无农业，吼，迄阵实在足困苦的，所以呢，咱各位前辈会使讲，遮个前辈差不多拢伫迄个啊环境，伫款真歹经济下，吼、哦、来出来，啊，所以咱即马继续呢，佫来请教咱黄总吼，看你安怎呢啊接到着咱即个啊天道的过程吼。黄总，咱因为咱的先总的吼，先总的是咱的大兄嘛吼，啊，是，哎算二兄，是毋是讲啊总经理会使先甲各位啊说明一下讲咱啊家庭吼有偌济兄弟姊妹啊这过程吼，啊因为先总无伫咧，是毋是讲会当请你啊伊的先啊？成长过程咧，会使甲阮大概佮介绍一下安尼好唔好？嗯，谢谢。是即个过程，阮兄弟姐妹吼，有六位，有六位，六位有啊，迄个小查甫四位，啊，迄个查甫两位，查甫两位，六位，阮六位兄弟姐妹。是。啊嘛，啊，先总是吼，先总迄个。德良伊是排阮兄弟伫排老二个，啊全部咧，啊全哈全部全部伫老二个，伊全部老二个，哦全部老二，伊全部算老二个，哦老二个，所以两位因两位查甫，啊了后较我顶面就一个大姊，你一个大姊，我算老三，但是我顶面一个大姊，哦这样一个大姊，啊那伊实在是算第四个吼，所以你全部算第四个对不对？算全部算第四个。啊，第五咧。啊，第五个就咱吴副总，吴副总，吼，阮算来算，阮那对查甫来讲，伊算第四个，是啊，那全部排伊是算第五个，吼，第五个。啊，所以恁遐，安尼还佫一个小妹，佫一个小妹，哦，佫一个小妹，佫一个小妹。哦，安尼吼，哦，是。啊，咱新总的伫几年生？伊二十年。哦，二十年。伊是遐个印象，伊是。加你五岁，加我五岁，你二十，民国二十。所以加恁五岁，安尼恁细汉应该原来当佚佗做伙嘛应该是会啦，啊，但是吼，迄个时阵因为到经济歹嘛吼，是，十外岁啊，就个人拢有工作啊，做生意，食头路，食头路啦吼。当然是用的时间哦，到相处有啦吼。是。哦，啊，迄阵咱先壮的伊毕业。就去食啥物头路？伊做生意啦。哦，伊做生意。伊做生意，就是讲做迄个小生意，就迄个吼，像迄个卖菜啦，还是啥物，迄阵卖菜卖鱼安尼啦，小生意。哦，迄阵吼。迄阵其实咱台湾都无啥物工业嘛，所以当时安尼嘛，吼，等于在农业产品啦，吼，会交换安尼俩嘛，对啊，所以是迄阵当时的标准的情形。是。哦，啊，咱先种的。是啥物机缘开的，含咱这个天道接触？因为讲起来，迄时吼一段期间，佫经过吼，即摆咧讲的这个年代到迄个时阵，是。印象中是先壮的，伊是五十三年，迄个时阵五十三年，大概迄个时阵啦吼。嘿嘿。救得啦，吼。啊，以好好来讲是不早，三十九年伊咧伫东门。接报工厂的时阵吼，民国四十二年就予重视，迄阵的刀大概吼，啊，咱这个天刀大概拢是伫在传统在工厂吼，起来安尼吼。对啊，对。啊，学校的这个接触到这个天刀是民国四十二年，很早，真早。哦，四十二年。我十八岁时阵。所以你三十九年入去东门，东门嘛，所以四十二年就去刀嘛，等于讲入去三档。我迄个东。哦，对，互同事迄个，印度去钓到的，哦，啊，伊当时是伫对七大钓到。诶，钓到迄阵是足早迄阵啦，吼，迄阵啊，当然是伫学校了，解了解起来，吼，是伫民族路甲中民族路遮啦，吼，民族路遮，伫遮嘿，伫遐钓到，吼，迄阵足早，啊，因为迄个。四十二年迄阵吼，迄阵救到了，
咱伫一个工，伫迄落工厂咧上班吼，对，算一个小员工啊吼。所以求得了是知影多些，真啊宝贵。但是毕竟无迄个时间通出来听道理学道，因为即个时阵咱的即个诶落去，迄阵也过无落去啦，无个落去啦，嘛嘛工作时间是一日十小时。一日十小时，至少啦，至少，加班就拢十几小时。哦，啊，阵咱像嘛有得话嘛要加班费呢？加班费是，遐公司是话是可能无啦吼，那迄较无工厂的组织，可能话是较无。啊，那就那何况是伫即个当年直播上是有那算加班。哦，安尼安都有规模啊。诶，一个有加班费，伊都算加班，但是会去讲一工应该拢十三小时的服务。哦，加班拢两点钟、三点钟啦。吼，安尼意思安尼。啊，所以拢无法度人。嗯嗯嗯。求到了，拢无法度人亲近到着。对。请教迄阵的薪水偌济？薪水无介济钱，迄阵才几百块安尼啦。几百块。迄阵无介济钱。一两百块无？一两百块，两百外块，一两百外块安尼啊。刚开始迄阵是安尼。薪水无介悬。无介悬。但是迄阵算起来就算袂歹啊呢。嘿啦，伊迄阵过后会记，唔知有记唔着无？唔知吼，会记讲迄阵的师傅工吼，咱一般的师傅工啦，木工啦、拖水工，是啊，大概拢一日一刀，迄落一工拢一刀米的待遇啦。哎哎，吼，迄阵头个是安尼，吼啊，所以迄阵一刀嘛，一刀米可能二十，一到迄阵可能二十。一咱伫公司嘛，毋是真重要诶，还是咧小员工嘛吼。啊，咱是有感觉讲，华海阵是有感觉讲，因为咱诶即个学习吼，迄阵诶教育拢普遍水准拢足低，啊，所以嘛有迄个想讲应该爱充实诶所在。是。但是随时讲，国校毕业，我伫咧中间拢有去读。较早咱有迄个汉儿啊，我下有去读即个汉儿啊，兼遮迄个私家有去读过汉儿啊，比如讲啊，诗书啦、庆联啦、啊千里文啦、赤兔啦，啥物，拢有去读过遮迄落、即落是。哦，即个十几岁时阵，会基础，十几岁时阵，大概迄阵是过定是安尼哦。嘿，安尼咱即卖来，就是讲伫四廿年求到了以后，差不多你到当时开始讲较。有较接近道口咧，热心即个道方面咧。啊，谢谢。因为我伫即个过程，就是讲啊，因为迄阵伫公司是无啥物，是一小员工，你也袂，你一定爱转卡路嘛，吼。是。上下班一定爱照公司的规定，工厂的规定。嗯。啊，所以拢无法度，但是一直到即、這个，互我伫即个东门是算讲起来是上天慈悲吼，那。步步高升啦！我随时入去囡仔讲，无外久我着先去来关仓库，关仓，关仓库，伫关迄个洗的仓库，洗的仓库那足复杂的吼，有几支洗，几支洗的库，所以无几冬，经过几冬了，我着去先去关仓库。啊，关仓库迄个过程吼，啊，还佫嘛是爱上下班啦吼，到诶将近我做兵四十七年，退伍回来了吼，我着伫油工厂这边吼，一个部分管仓库、管洗仓库，调过来正式的办公室事务所，所谓事务所，迄时阵是要隶属伫工厂嘛，啊，即马我着做兵回来了，我着去调升过来伫迄个属于咱办公室，啊，我所管的就是管保存库。哦，管保存库，迄时阵已经是新品的保存库，新品的保存库，保存库啊。所以嘛，伫迄时阵一直有提升咱伫公司的一个职位啦吼，嘛较会当较有时间。是。然后我管存库无外久，就人来接我的工作，我就先开业务。哦，做业务。啊，业务，就来到业务主任。哦，业务主任。到
到迄阵陈总的伊伫五十几年就得事，迄阵即个第二东云即部工厂第二代吼，就是陈友和先生，陈和先生伊是代代经济系毕业出来了，伊来换来换公司，换公司伊就是甲我调。调生去台北华公司啊，因为阵我到业务主任，伊来以前我是先到业务主任嘛，迄阵我着迄个上下班着免蹲卡咯，免蹲卡咯，所以咱伫公司较有较自由啊。算白领白金，对啊，白领白金。啊，安尼个阵到伊第二代出来阵，伊着五，大概五十三四年啊。哎，五十三四年对。着伊着我调去台北华，伫台北咱塔城街啊，甲迄个迪化街吼，迪化街，迄个所在。伊成立一个东云，即部工厂台北联络处。哦，台北联络处。嘿，啊，协和基地啊负责，啊兼一个公司，也管一个公司啊。管一个公司。嘿，伫遐咧。哦，那讲到遐真趣味，就是讲，啊，咱请教黄总咧，迄个当时的台塑罗大景。台塑。台湾台湾塑胶款罗大景。台塑吼，即个经营台塑是，伫纺织来讲，它不是最早的啦。但是伊出来了后，伊就是即五年会使讲。最大了，伊就做顶游嘛吼，咱的即个工业，就是有上下游嘛。对。啊，伊出来伊就做上游，伊就做伫台伫迄个做塑胶料是搁较后尾，是伊出来就是伫彰化厂有吼，台化彰化厂，伊咧抽迄个纸浆。啊，做纸浆。迄阵做诶，啊，做迄算是伫咱迄个即个纺织的时阵是洗，就是讲有分。天然棉吼，天然的棉花，啊，甲人造棉，人造棉就是因在做迄个，抓用迄个树木来做抓出来，签名抓出来。所以台塑伊伫纺织伊不是最早的，但是伊出来了算是最大的，最大。伊在做拢上游的工课啦。所以你伫遐做台北做这个业务主任的时阵吼，王永庆伊那阵的公司有无个？公司，因为伊公司吼，诶时阵伊是伫伊话伊，我知伊伫迄个华联的东边那有做工程啦吼，但是较印象较深的伊就是彰化厂的这个台化，吼伊是最早啊嘛，遐台化厂嘛真大啦吼。所以你是算你过去了对。我算了就是因为伊的专项吼，诶无代经销商，因为我本身就是有。家己的东门纺织家己的系统的工厂咧，一部，但是唔啦有去做伊含咪有生意关系，所以有去经销因的物件，所以我伫台北公司即间是东门即部工厂台北联络处，同时兼独立一间公司是我伫遐做经理啊。哦，啊你有做啥物啊？哎，干咪？东签事业。哦，东签嘛，东签事业。即个东联企业股份联合的联呢？嘿，东联。哦，东联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哎，东签是较落尾啊，东联，东联企业，东联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迄阵是互我伫遐负责这个公司，是伫遐当经理啊。哦，所以你阵含咱王永庆当时就有咧接触啊，有接触，哎，都接触，因为有生意关系。哦，咁拢迄阵拢亲身出来，还是无，还是拢因个业务代表。迄阵因为伊多数拢。业务经理咧接职业啦吼，啊，但是迄阵阮身为伊个五大经销商的时阵，阮是拢亲身含咧接啦，就伊就有咧驻点学，伊就出来接员啦，吼。所以阮是公司的负责人嘛，吼，甲阮若咧去咧台华咧采购，还是讲咧讲一寡代志，拢算成友好甲合合。好，安尼啊。所以迄个时因为。有一寡较重要的决策吼，拢是王永才、王永庆吼，伊当总经理甲董事长，亲身阮上个阵到五十几年时，阮都下面咧指教。所以咧交涉的时，等于讲平起平坐安着对。对对对，因为伊就是大家有先往来嘛，哎，决策了就是安尼啊。哦，哎，是迄个。所以你伫迄阵，因为王永庆伫咱台湾即工业发展内底正重要地位啦。对。哦，所以是毋是哪位咱？总经理的角度来看吼，咱伫迄个时阵五十四年左右的时阵呢，你对王永庆的看法，你的感觉对的观点是安怎？好唔？这个，因为这个，我所了解王永庆先生吼，甲王永才先生，因王永庆先生是听讲，伊足友好啦，
就油花，油花唔对。那么伊开始的时阵，是伊伫阮了解的时阵，伊是伫放这个桶啊嘛吼，伊在做这个公司算阮的上游啊，你讲。上游对。啊，伫进前听讲伊是吼，伊都出身嘛吼，也佫有听讲伊的迄个在卖艺啦，啥物的，是咱是无足清楚啊，是了后听到。对。那么伫公司接受迄个时阵，就是这段期间，因为是有含王，迄个王永庆先生甲王永才先生，迄阵有学在见面，是决策的重要会议吼。啊，阮算含陈友豪先生，也算讲是用咱公司的代表人嘛吼。是。所以，就拢较拄着，就重要代志拢有咧接受下咧。啊，所以有一个印象就是讲吼，伊迄阵身为五代经销商，伫台湾来讲啦吼，迄阵算讲台湾，迄个王永庆先生，因这公司是算伫台湾是算大个企业嘛吼，了后伊嘛做南马雪茄啥物吼，迄个过程，伊雪茄是还佫较早吼。那么伫迄个时阵，伊就因为为着这个我台湾五代经销商吼，嘛亲身邀请阮含陈友豪吼，啊甲这五代经销商的负责人。去伊迄个上山的别庄，啊，上山别庄，啊，和迄个亲戚底下吼，大家座谈啊，一寡一联谊啊，然后伊安尼甲咱问讲，啊，介绍小贩安尼吼，上小贩，伫迄个过程，安尼吼，伫迄个伊上山的别庄，迄个时阵，好阿多，阮个下面个形容啦，啊，阮公司本身就毋是敢若含伊啦，因为华龙公司啦，吼，华龙啦，吼，含迄个星光纺织啦，吼，这拢是。对，啊，东河纺织这拢是有相关啦，所以你感觉对伊安尼有遮侪企业，其实就是王永庆嘛，唔是讲足牌公司嘛，伫台湾来讲是伊算，迄个时阵伊算啥吼，无像即摆机会遐大啦吼，迄阵伊是算讲企业内底还是算大个一个。啊，所以你对伊印象无讲特别，感觉讲伊。你敢有想讲，伊今仔日会变作，吼，迄阵变作台湾会当第一支的？嘿，因为嘛唔敢安尼看，但是知影伊伫企业界吼，政府呾很尊重他。安那讲，许个有即个感觉呢？就是去暗暝去去了迄个餐去的时阵吼，就是去伊个别庄底下食饭的时阵吼，伊去的时阵，何况伊在讲请阮董事长迄个陈友豪先生吼，叫伊去了啦。伊讲啊，你公司的负责人，你嘛爱来啊吼。啊，我讲啊，我食素食的，因为我咧想到迄阵已经咱咧学到啊嘛吼。我伫台北时都已经，咱都已经有迄个时间家己控制咱家己啊。含进前单伫东门，即个工厂迄阵无同。迄阵咱是公司，有阵咱会当自主啊嘛。对。我讲啊，我已经咧素食的吼，啊，无方便啦吼。我讲啊，你去啊。啊，因公司要经理一再讲，黄经理，你来吼，来阮遐，不管你啥物，伊都有当互你食着，对吧？哦，安尼吼。结果甲看看，有影，伊迄别种内底吼，有日式的、中式的、西式的。哦，安尼。伊拢有特别读书啊。安尼吼。伊免去餐厅啊。嗯。所以伫迄个过程，啊，是讲伊都安遐生意啊，阮叫伊啊，阮。少年当初叫陈友豪先生，伊就讲，来阿基，伊拢叫我阿基啦，吼。阿基。啊，迄阵我是。进去咧吼，哎，拢叫我一字，因为阮老董事长甲我叫一字，啊，当咱名我叫调咧，当调咧，拢叫我阿基。伫拍这个进去无人捌，你若讲阿基，大概多数早期的啦，早期的拍这个可能拢捌，还拢捌安尼，因为咱就是伫迄个东门，伊这个通嘛真多啊，真多嘛，对啊。啊，所以去的时阵，较感觉讲，哎，有影，伊讲你来食什么都会答应，因内底伊就是熟的、中式的、西式的啦。哦，安尼啊。啊，伊咧。政府唔啦说，伫迄个时阵唔啦算讲对因真器重，因是企业领袖嘛吼。是啊是啊。因听伊讲，迄是咱听到啦，有正确无唔知啦。因咧出入行李无咧检查啊。嗯。伊内底迄个洋酒啦吼，内底咧迄个火锅啦吼。伊讲啊，你食素食拢爱香火煮体咧。啊，我家一个咧，剩下拢大家拢。对。啊，拢唔是食素食咧，刚才我一个食素食咧吼。啊！伊甲你甲我煮好，足济啊，拢足大个就对啦吼。啊，结果王永庆先生吼，伊真好奇啊。嘿嘿嘿。迄时我无几岁嘛，我二八九岁。你怎么二十？二十几岁啊？伊真好奇讲，啊，今仔日咱遮讲有一位食素食吼，安尼啦，啊，伊经理在咧介绍啦吼。伊迄阵接待是
洪董事长洪永庆先生甲洪永才，啊，因经理伫遐陪吼，啊，就介绍，啊，即个吼，就是虾米人安尼吼。对啊，对啊，对啊。啊，啊，那时阵，伊问我讲，啊，吼，你食素食的外国食，啊，对的，安尼啊吼。啊，恁咧出国敢袂方便安尼吼？伊时，伊是问我食，我食的问题。啊，啊，伊即马，伊即马吼了，结果谈话了，结果伊甲我讲一句话啊吼。伊讲，哇，恁遮少年。啊，尤其是你伫企业生意界吼，啊，你食素食，不简单哦，无方便哦，安尼啦吼。伊讲，啊，我接触到的吼，伊亲身接触到的，食素食我第二。哦，你第二啊？伊所接触过，我算第二。第二啊。啊，第一个就是印度官员。哦，印度呀。印度官员食素食的。啊，对对对。伊亲，即卖是讲伊亲身接触到。啊，我算第二的。那么，伊讲印度看第一个台湾可能刚刷毕业，哦，哦，所以国际来看就对你第二啦，台湾啦，台湾第二，但是国际也看是啦，啊，是台湾一地，算台湾算，伊接受到算讲，我第一，算第一个嘛，吼，对啦，迄个时阵啊，所以话对你这样子好疑心的，对，伊讲那个少年在食素食，啊，迄阵因为咱都。土豆的这个心头，咱知影豆的宝贵，啊，所以迄个时阵，咱就已经有自主啊。开始招豆是知影好，但是无时间控制掉咧，都十几点。到咱伫公司吼，在做主管啦吼，咱就可以家己去调节啦。所以迄个时阵伫台北，食素食是受到人安尼甲咱介绍讲，啊，你经济嘛吼，讲啊，你遐戆人啊，要食素食安尼。哦，迄时阵算素食作战啊。啊，恁。咱像迄阵去遐联络处安尼，啊，你素食安怎食？去当时素食上。我算主主嘛吼，我算下当做这个公司的主管。主管。但是阮有请一个小姐在做饭。啊，这个小姐。哎，因为公司的成员有十几个，我内底业务也有做够完的，啊，咱多数遐大家人要算合理，拢比我较快，因为我是。是都是国校嘛吼，但是这个数额还是不算。啊，我们啊，我们全嘛是国校的。对，但是你听伊讲，伊像那只吼，我有拢叫教教育的。对。啊，所以阮的内底生活有十几位伫这个东门纺织台北联合处吼，甲东联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吼，这个生活有十几位，主体是拢业务嘛吼，啊，甲官村甲迄落内底的只生活。物流啦哈。啊，阮请一位小姐咧煮这伙食，啊，所以有那甲我做两菜一汤啊，三菜一汤啊，安尼。啊，有那我特别，我一日家己食。特别家己食。所以从迄阵我就拢。哦，安尼我还算袂歹啦哈。袂歹，因为咱靠自助啦。对啦，你主管嘛哈。主管咧，当主管。啊，所以伫咱东门安尼，一直会使讲，伫遐一直起来，咱伫东门到尾啊，做安尼做甲东市较有东门出来。是，因为伊东门自1939年到我离开，将近伫遐服务27年。27年。那么我可能因为迄个时阵就是讲，可能我那。各方面的引导员的因素啦，啊有啦吼。对。我伫公司，伫本身就伫东门，迄阵是经理级的啊。伊由我要调我去这个东门合签，我台北是公司是经理。啊伫东门合签这边才伫这个神华新市遮吼。伫迄个大营，迄个。大营遮。迄阵伊要调我过啊，吼，副总啊。啊，做副总。啊，做副总。啊我了后吼，因为我讲伊调我入去，啊，伊个转变。期间啊，碰一个时阵，到一段时间，迄阵拄啊，迄个农业吼，有问题，啊，拄啊，迄个工厂拢，迄个生意拢较实，啊，较实的时阵，因为我是农兵的主管，我台北公司一间布行，台南嘛一间，有哪种隶属我咧管啊，我爱南北走啊，啊，南北走的时阵，伊是讲叫我，即部即嘛歹做啦吼，对，你入来公司吼，要我做副总嘛，迄个东，迄个新营一间吼，大营一间，大营一间。我讲我一个入面，啊，对我这人咧，我要安怎？对我这人拢总要20-30人嘛，两间要20-30人嘛。我讲这人要安怎？伊讲啊，我把调来公司啊，我讲你公司，因这拢业务，你啊调做员工，哪有可能？对啦，安尼啊，啊安尼，要是以后的时候，都因为某个因素，我怎啊？离开这个岛，迄阵拄啊二十六七档啊，二十六七档较出来。哦，我那要
比较三十栋咧。我伫东横本身就比较三十栋。哦。啊，出来的时阵，出来的时阵，我有哪是伫胖进，无外久我伫布行几栋诶，因为我伫布行较机会较少嘛吼。对啊。我诶专长，拢迄落业务拢伫公司嘛吼。对啊。啊，一寡同事吼，包括迄落商人胖进诶，就伫王道处长讲，哎，伊讲阿基阿基。哎，咱再来做一个公司啊，工厂啦，你来看。所以我了后，还佫当做一间那汤镇吼，就是陈友豪的一间较早的一间公司，啊，我家己买起来，家买起来。一间较早一间公司是啊，做东昌企业啦。哦，东昌企业。东昌企业，我家买起来了，我较改做泰文汤镇。哦，泰文汤镇。啊，我但是系统做不到。我拢做较高级的，做西装布料，也是安尼。啊，所以做泰伦纺织，这是算讲迄个时阵算啊，互我甲一寡同事正式投资做这间公司。好像哦。所以有哪无离开纺织？哦，有纺织，两个离开。哦，这真正非常难得啦，吼，会当迄落。所以咱伫纺织界安尼算讲三四十栋了嘛，吼。诶，到退休50栋啊。哦，到退休50栋哦。哦，一生都拢伫纺织。伫纺织。会使讲咱。台湾的这个经济成长的过程咧，咱黄总咧，拢全部拢原来有伫内底贡献着足大个力啦，吼。包括你啊看咱这个王永庆先生啦，其实包括咱较早咱像这这个个啊，这个咱吼像纸厂无，咱这个啊纸厂何团何义，吼何团何义这兄弟啊先生，你可能拢和恁共迄迄期个嘛，吼共迄阵。我听讲何团何义迄当时平王永庆较大，哦，有可能，迄阵平较大，可能，吓，啊，听讲就是因为像这塑胶吼，本来政府是要讲啊，因何先生因这个集团来做，啊，到尾因就算算讲袂好，讲啊，这塑胶做咧，这用一个物件用袂歹，啊，无传恁囝，佮传恁孙啊，我倒拢毋免食，哦，用过南汤咧，用过阿鲁面，佮讲讲嘛，讲歹，对不对？会当换，所以无做较。讲请王永庆来做，哦，是安尼，所以我是听讲是安尼啦，吼，哟，啊，咱即摆个倒转来，就是讲，啊，无咱先来请教咱蔡副总的吼，那蔡先生蔡副总呢，副总人事呢，伊也算做讲含咱即个新总的吼，真有缘分啦，吼，啊，咱即摆来先来甲啊副总吼，来先甲请教，就讲副总，咱本来是倒位人。啊，伫倒位生安尼吼？台南市啦。哦，台南市，啊，伫西区。我伫西区安尼。嘿。哦，西区。是去西区出世个。哦，西区出世吼。迄个所在。哦，安尼吼，啊，咱有几个兄弟姊妹？兄弟姊妹，迄个查甫个两个。查甫个两个。啊，查某个三个。哦，查某三个。我顶过一个大姊。我算大姊。嘿。你算五个内底第二个对。嘿，啊，我第二个。啊，你第二个。哦，查甫第一个。啊，过来他一个小弟。哦，佫一个小弟，啊，小弟都较两个小，两个小妹安着对，总共都无。哦，拄好恁查甫总年龄中着对啦吼，顶面一个恁两个安尼，拢保护，甲恁保护着嘞，对啦，姊妹也甲恁保护着嘞啦吼。哦，啊，所以咱迄个迄当时咱副总安怎含咱先总的安怎去相办？这吼，这讲起来。为家长，为家长吼，为家长，嘿，咱若看会当无较短，差不多当时的时阵去到个。民国57年吼，嗯，57年吼。迄阵咱也拄啊好，迄落，诶，有一个朋友介绍啦，讲，较早咱都有啦，自细汉吼，十四岁毕业吼，嘿，啊学两冬啦。16岁吼，诶，即个迄个乌手诶，乌手诶，焊接诶功夫啦。哦，你啊，过来都无做啊啦。啊，无做四处流浪。哦，安尼哦。歹囝。哦，安尼哦，我咧算游击着对啦吼。啊，加入迄个乌道帮派吼。哦，安尼哦。啦，乌白来啦。哦。乌白来啊，都来都那犯法啦。哦。啊，有啦。做一挂迄落安尼，诚是啦，无人性诶代志做足侪啦。好安尼哦，吼。啊，即咱后边会使聊聊讲啦，吼。对啦。啊，到啊，着去关两抓啦，去里面监狱，吼，犯着杀人啦，吼，啊，迄个
诶，强悍啦。哦，强悍咯。啊，第一遍关老久？第一遍关关二半。关二半。啊，第二遍佫两条侪合半，佫关八个月。哦，关八个月。诶，哦哦。啊，伊关训啊，上关训。迄阵唔，还袂算成年诶，是嘛是安怎？诶，二十岁。二十岁哦，拄成年哦。诶，十九岁就入去关啦。迄阵算少年犯安尼关。诶，迄阵十九岁啦。迄阵较。十九岁拄好。十八岁满嘛，哦，十八岁，啊，十八岁至十九岁啦，差不多啦，失的是十八岁，哦，失的十八，啊，十八岁都有一条罪是，较会讲安尼来讲，有内面一个迄个病病共下房吼，会人甲我讲，我来烦人啦，哦，安尼，伊讲你今仔啦，你若今仔出庭吼，你爱甲讲，哦，伊讲你最后有判官讲啊，你最后有啥物话去再讲啊，嗯嗯，啊，我甲讲啊。请判官吼带领我离轻治无啦，离轻轻啦，啊无知识啦，啊所以较犯着杀人的罪安尼，安尼啦，啊请你动静安尼，哇啊所判较轻啦，啊无爱杀你，我爱杀你，啊过来就妨害自由啦，啊啊闹迄落或者交场啦，舞厅、餐厅、保镖啦，安尼后壁来啊。哦哦哦，啊，后壁来到尾，较亲像讲，咱就安尼后壁犯法啦，吼，较搁入去关，啊，关了出来，搁无改，啊，无改，较搁再犯罪，较搁，吼，较搁互抓着，啊，抓着较上关，啊，关了出来，关了出到了后，嘛是非常愈恶，哦，迄阵关了就爱去到底关，去南港。哦，去南港。较早拢去南港，啊无就板桥啦。哦，板桥。伊个几下位个啦。哦，对啦。啊，即下倒来了后，咱是讲嘛是搁犯法。唔错，对啊。啊，伫即个乌道个内面哦，就是讲差不多拢朝着迄个目标前进啦。对。啊，因为善个甲恶个哦，恶个伊即个一面哦，就是讲唔惊死啦。对对。哦，啊敢有对啦。啊，咧伊就大尾啦。有。啊，若惊就。做细汉的，啊，所以佫再犯着了，哇，煞变爱关门啦。伊迄一日一拜年底吼，啊，就甲你报你即个地库啦吼，啊报名啦，黑名单列着啦吼。啊，咱知影，我去地首局讲有我名啦，来啦，啊，即嘛离厝关门吼，就是咱不负正业，哦，无业的游民，啊，四处就是讲。啊，或者一条做个扰乱社会特殊啦，啊，特殊啊，安尼就是这个人爱管了，哦，安尼哈，我拿四处逃亡啊，哦，啊人讲啊，无就一个一贯到一个堂主吼，嗯，伊遐就有咧做临时工，哦，做临时工，啊去甲斗帮忙，哦，我那做焊接的，不是，伊咧做机械，哦，咧做机械，啊去甲帮忙啊，去甲帮忙讲。讲，伊搁看有人安尼出出入入，伊咧即间伊即个厝后壁吼，看人有安出出入入，讲何里生啊？恁咧内面是咧创啥物？伊讲啊，着咧拜佛啦，啊，搁看安尼出出入入，食一人啊，在时啊，啊，着来拜佛。啊，咱当下咧甲看，何里生啊？就讲我即要来拜，敢会使？啊，伊迄个堂主吼，迄个一贯的堂主，伊知影咱吼。你地下了，我袂来啦。啊，有当时啊，若伫迄搭遐吼，伫伊门口咧坐，啊，迄对面住迄顶墙啊，住好，迄个感觉啊。哦，好安尼啊。住新生街一号，啊，甲一号之一是看守所，啊，新生街一号就是感觉。敢是即马大义立柱？啊，即马住好嘿，大义立柱，诶，新官山个遐，新官山教落遐啦。哦，教落遐。啊，即马啦，凡人啊。那迄个外野吼，把人啊牵出来，就按门口跪，按新生街门口跪。啊，话在咧叫，话在咧喊我小姐。哦，你小姐。啊，迄个堂主讲，哦，啊，遮你拢熟悉，啊，都伫内面，大家熟悉，安尼啦。啊，所以煞变事，代志吼，讲咱一个人啊，愈方知影吼，伊愈惊。对啊，对啊。啊，我有一日甲讲，咱人哦，有当时啊会。有啦，迄个良心的表现啦。嘿，是是。哦，你送我是讲，要来含你拜佛甘好。啊啊啊！伊讲你袂使啦，哦，做袂使啦，真恶啊！啊，拄着啦，下晡时啊吼，
迄人迄客人正若老来吼，啊，就请我去讲代志吼。哦，安尼啊。啊，咱咧甲帮忙，咧甲帮忙迄个工作吼，我著扛过来甲拼咧。拼咧，哦，安尼啊。啊，客人正人就，哦，家己载咧，啊，就去啦。哦，安尼啊。哦，啊，过当你大滴休困咧啦。哦，安尼啊。都啉啊醉啦，对啦。外母将过来。嘿啦，过当讲就，就无来上班啦，无来加。啊，伊以前伫咧拼，我拢唔敢吼一挂遐现金仔讲我撇伫遐哩，啊无迄啊怎过年期若过，吼啦到我年底啦，那迄个现金啦掠无啦，迄像咧做兵讲啊，着一期一批几个，一期一批几个啦。哦，安尼吼。啊，即马过来着去等到明年，人去报官分期到啊吼。啊，遮个差不多遮个定期架构的落幕吼，就开始搁再撇，啊，拢年底咧掠啦，拢年底掠去咧搭搭一期一批啦。那管用退伍转来，出甲转来，着搁一批搁起去啊！啊，迄阵我拿撇伫搭吼，也无我求道，要求道伊嘛无我求道。讲你若要求道吼，你即会害妨害着阮遮个吼，迄遮拜佛的即个迄个吼，迄信徒对。伊甲我讲安尼啦，啊，我甲讲，啊，无我来听伊讲，你若要来拜佛啦，你爱先来听一个月。啊，我就去甲听咧，啊听啊听，但是去咧甲听吼，啊，佮愈听佮有啦，款声佮也袂歹咧。啊，袂歹。啊，咱这有咧佚佗人吼，咱就伫遐知影讲对甲唔对啦。是啊，是。啊，咱了解讲这，你款声拢是对啊，叫人爱做人。嗯。哦，啊有一个仁义道德啊。对对。啊，因为这个社会注重，哦，社会注重义气。义啦，啊，义气啦。啊，若是无义气吼，诶，即个黑道的即个吼，诶，伊诶有一个道义上就对啦。对对。伊这无义气吼，诶，众人怨叹。对。啊，所以我越听越有啦吼。嗯嗯嗯。有一日了，就是迄个神宗点传师吼。嗯嗯嗯。啊，甲我阿婆讲。嗯嗯。伊先甲问迄个堂主啦。嗯嗯。伊讲某某堂主啊，啊，像你即个朋友吼。嗯嗯。当啊看到活泼，啊人我若来，在时啊，伊这个神宗的拢来看圣堂。哦，伊完了。去啊！啊，伊站伊都拢伫遐。嗯嗯。已经圣堂。啊，拢去啊！哦，整理一个圣堂啊啊，拜不了了。啊，落来就咧讲，甲堂主问来问讲，啊，你这少年啊吼？嗯嗯嗯。这个若看我来啊，就安尼意思讲吼，咱交礼嘛。交礼嘛。哦，啊，拢安尼招呼，是，即你敢唔敢倒来求道啦？哦，吓，哦，迄唔通迄，迄个堂主啥物大名？迄个堂主甲伊个天妖圣堂啊，天妖对住啊，姓沈啊，沈堂主，公妖妖，哎，妖公妖妖对，公妖妖对吼，啊，姓沈的，三江水沈的对啦吼，啊，伊到尾伊个道夫吼，有啦，诶，老者恁祖辈伊个有啦，啊，受用。服装店老师，好安尼，啊，啊，伊已经是堂主了，嗯嗯，就是，啊，伊问这个新装的吼，嗯嗯，得从装店老师伊卡问讲，问堂主讲，啊，像迄个少年啊，才有礼数，啊，佮人佮活泼，啊，你敢倒来求道？伊讲，这我唔敢，你若要倒迄，你有这个我唔敢，这个哦，哎，啊，已经我听你一个月啊，好安尼啊，哎。听头两礼拜过啦，啊是讲，这请来安尼出出入入，吼啊咱，迄阵新庄就再先来来，啊就拜香拜佛了后就来，是是，啊喊我讲话啦，啊安尼吼，诶，啊我迄个堂主吼，伊若有咧讲无话是无咧喊我讲啥物啦，哦安尼，啊阵伊新庄就来，吼拜了拜香拜佛了就来，嗯嗯嗯，就咧喊我讲话，嗯嗯，啊咧讲，啊咧。做人安那啦，哦，讲一挂迄个义气的话啦，啊，听得我会哈。哦，你哈。哎，伊要多我正经是讲一挂迄个讲，我吼，我是啊，湖北来啦，啊，做饭团来的啦。嗯嗯嗯。伊讲我看你吼，你有一个义气就对了。哦，讲义气。啊，听得我就。都听到我了，阿弟我咧，哎，煞着，即摆，愈讲煞愈讲讲，煞大我求道咧。哦，安尼啊。讲阿姨，迄个堂主讲，你若要求道吼，我唔敢做因果事啦。哦，安尼啊。啊，神宗讲，
意思是讲，我若求到伊负责就对啦。哦，伊全盘负责。吓啦，若要你负责安尼，啊，所以较咱总店员师吼，伊较甲我做引导师。哦，安尼。我当也求到安尼。哦，安尼。吓啊。哦。你当时民国几年？民国57年。57年。哦，安尼足早吼。吓，57年。我再来补充。啊，来你补充，来咱总给你补充。来，请，请，请。因为即个拄好咱初中咧准备者吼，咧补者，我想着，其实我早站有落迄落一段迄落落去，就是讲我伫到有一个伫台北公司的时阵吼，是是，迄阵伫啊迄落负责的时阵，迄阵时间拢有啊吼。嗯。伊先总诶，伊我随时讲42年就到，其实真正进入诶到底。伫学伫修的时阵吼，就是前总甲我叫请，所以较吼伫迄个进程叫到了，还是讲安尼你遐久啊，咱遐久啊吼，啊你搁来定叫到安尼啦，啊正式迄个时阵开始，所以伫替我转来了后，伫去台北的时阵，就是这段期间会去修到，就是前总甲我叫请起来安尼吼。敢毋使请教你？前总的求道过程，敢袂使？伊求道吼，前总的求道过程吼，伊何好知影是伊迄个时阵，伊当时前总的伫即个小生意界啦吼，迄阵出社会都生意，迄种小生意。是。但是伊做人那真有真讲信用，真讲义气啦。是。所以伊。我听讲伊捌学过即个国术是。是。伊学过国术，就是因为含阮三姐也是国术会理事嘛吼。哦哦，国术理事。伊迄个时阵所听到阮，请问你三姐啊，毋知做啥物名？黄金元吼，迄是阮即摆，阮三姐嘛伫咱道场咧，伊遐后生嘛拢伫道场遮吼，有咧进修啦吼。嗯。即个过程，啊，所以伊本身的伊是吼想有咧领悟啦，吼，啊领悟，但是伊做人伊是那修身。啊，修这个仪，所以伊伫还袂求道进行，伊事实伊是礼拜两道有哪拢会通啦。好，拢会通。好，对啊，比如拢结交有哪真济啦。好安尼吼。伊阮兄弟会使讲，伊的迄个南面人缘介阔。介阔啊！我这是上下班食头路的吼。是。所以伊了后，就是和这个咱即马目前的这个陈清文副总哈，因为迄阵伊咧是大概。朋友啊，伊有哪有共同做一下小生意过吼？对，伫迄个时结咧缘，啊结咧缘，吼伊了后较，甲引进去求道，啊伊求道了后较甲我叫起来。哦，所以陈清文副总，伊导着。导咱先总。诶，对。啊，去一道伊求道诶。伊迄个时阵求道，那时候伫。许先生，哦，伫，许先生迄边，许先生迄边，哦，迄阵是头个当时民国几年？伊可能50几年啊。50几年遐个啦。伊五十三四年。五十三四年啊，啊。伊算，那算叫做算许个活啊较早，但是伊叫做了伊吼，伊足虔诚啊。就咧真真诚。包括我咱初中，我咧讲保障的，因为伊随着会多种会做行为安尼吼。所以伊看安尼，伊迄个时阵，啊，包括互我，就是那伊叫请啊，好，所以较会同我，同我进入来，咱有迄个时阵，咱比较有自主权啦吼。所以咱要保持咱素质，啥物，就是安尼，啊，较同我，伊互我做，互伊叫请了后，就是伫途中就是无停啊。啊，所以初中诶，咱安尼，迄当时求到了，啊，有啥物？我相信你着一个心理上真歹做嘛，啊、哦！一方面咱感觉这道袂歹啊，但一方面呢，咱较早过去，这兄弟嘛是会过来找啊，哦，对不对？你直接乌白中间呢，你即马徛变做灰道嘛，哈、哦！白含乌即马你话难做伙吼，啊！你这情形，我相信足侪人啊拢会发生讲，啊，要安怎去处理这代志？啊、哦，我所了解足侪人就是到尾无法度。伊嘛是各位，咱即个学徒方面去，吼，啊，会当讲转来咱即、這个修道的即个真正正虔诚过程，我相信这一定经过真久，啊真侪拖磨，是毋是讲咱会当请咱初副总呢，啊，
甲咱小可说明一下，好好？啊，何汉吼，伫当时迄只阴暗求道吼，唔知是像人讲，意思就是讲，唔知有人知影即迄只求道，足侪人去甲我参观啦。好啊，你好。哎呀，阿妈讲，哦，啊，是啊，哈，大家拢外恭喜啦。好啊，你。哎呀，讲我，啊，我嘛无用奇妙啦，用。即一贯道啦，求道哈咧恭喜啊，大家拢外恭喜，啊，佫真侪人甲我看。嗯嗯，哦，佮啊，即摆差不多迄个保经迄县长吼，迄个食水话食副总，食副总，伊是含我较早，我十五六岁啊学汉食含我是两个三兄弟个。好安尼哦，伊是较介绍个，哦，伊较先，伊较先，哦，伊也较先求到啦，啊，较先求到，啊，伊无啥咧质量嘛。哦，安尼哦，啊，伊讲哦，你对迄个何里上去吼，迄个县长处啊。哎啦，伊拢叫你上嘛，吼，伊人因遐有咧吼拜吼，你有通拜啦。啊，我要求到进前，我约讲倒是要求啦，敢毋知到四月二四啊？哦，四月。我面着祖师圣诞，诶，迄个纪念日安尼。是是是是。啊，我进前你我有甲骗啦，我讲诶，迄黄德忠总店员师啦，吼，较早是黄江师啦，黄江师，讲要度我求到啦。啊！伊讲好啊，啊！伊毋知是去叫一寡有呾道亲咧讲几下个啦。你讲食副总还是？食副总个，还是新郎做？食副总。食副总伊叫着对。伊着，阮即白面共生啊。是是是。哦啊！叫几下，我当暗吼，真侪人去甲我参观啦。听伊讲，讲求都毋知求会成个啊。哎，但是我叫我一个讲啊，邱先生，你着安尼。随便跪了啦，啊！你打球桌，打做道亲，打咧打报名尔吼。是是。我求我跪了吼，会使跪的迄个良心跪的怎表现出来？表现出来。是。就讲咱手啊，拢过去拢擘着好个啊。嗯嗯。哦，咱这两支手，我甲受害足济啦。对对对。啊，咱今仔讲安尼来跪在合作的领导前吼。哦。感觉。足见效就对啦，足惨贵讲，咱患者开嘴接你安那，啊，即摆求道三宝听了，感觉足好啦。足好。啊，迄阵怎啊一个求道煞等啊过去，唔知甲迄个黄德忠、黄德忠副总哦，迄阵甲准备三宝就犯啦。哦，安尼哦。哦。啊，三宝吼啊，讲解安那，咱诚熟啦，我真听我就是。你了解讲真足好，啊！即嘛啊，甲刚刷啊，当面用水果啊，用刷，然后十一点外吼。迄站落我若骑台脚踏车啦，吼，迄个啊咧行咧骑咧骑吼，啊哪骑哪想哪骑哪想讲，诶，我即嘛吼，毋是歹人啊，哈哈，毋是歹人，迄是家己想的啦，对对，这个是。啊，我安尼。那骑车伫新庄街吼，啊骑转阮即个西区红平路遐，是住伫遐。啊那骑啊那咧，有当时啊看天啊咧想，我即摆毋是歹人。哦，因为三宝咧演讲就是讲，你着来求道啦。哦。哦，你向善啦吼，你是一个大善人。嗯，脱胎换骨啦。我毋是歹人啊咧，啊那咧心内悲伤悲伤悲伤。过当日透早吼，迄透早吼。同我有若知影讲，因透早即个我因无事吼，黄总店老师，因在时拢去咧拜香拜佛。是是。啊，我若正早去。无你晚早去啊？我若去拜香。嗯。我著去，过转哩，我著到就开始求到了，头一步到，咱就开始直直行行啊，进嘛。是是是。啊，即嘛一个拜香了落来啦。嗯。啊，伊咧做接骨所，伊较有闲啊。嗯。啊，免讲迄落八点就去上班啊。对对对。啊，落来伊讲，伊是咧外讲寡道理互我听啦。嗯。啊，我迄阵我想一句话，想讲要甲问着对啦。嗯。我甲问讲，伊了讲几句道理互我听啦吼。是。啊，我伊趁老多，伊讲煞阵，我甲问讲，我请问你吼，我请教你吼。嗯。啊，迄个犯罪啦，犯法做遮济啦吼，啊这敢有法度人惊这？意思讲，敢有法度了，对不对？伊讲，只要你若是改革，改革向善啦，上天既然不救啊，
去啊，去啊，是。你著只要你著爱忏悔，啊，真正诶改革，啊，向善，安尼较会动来。啊，我是讲一句话，甲我安慰，我是讲好，我即摆吼真正确实吼，要来改革，改革，要来改革。啊，即摆我若逐载吼，啊，著是著照安尼开始头前求得了，过冬工著去啊。就去我毋是歹人啊，我是善的人啊，我毋爱搁再出去啦。因为像我有地盘费，有餐厅、教堂，我咧当啊。即若搁去，无采咱去上求道。迄心内拢抱定，足认啊坚守。坚定。啊，即经过了成十日吼，一日中昼都无，也无啥代志，种拢全毋敢出去啦，也无爱出去啦。啊，等出去倒。无中无地，拄好有一个换贴的吼，也一支刀在伫电话伫咧白银啊汤啊，咧江边咧白银啊汤。咧烧银啊汤。啊，迄个有人喊我共通缉。吼，安尼啊。啊，伊较早伊迄个按通缉，我有掠伊关啊，我有执行啊，啊伊无啦。啊，伊无拄好伫即个咱台电话伫一撮迄个江边的白银啊汤吼。啊，拄好逐个要分啊。啊，幸幸拄好看到。某某人抵达吼，甲地分局的刑警啊，甲总局煞去甲抓着，哦，抓着，啊抓着伊跩边啊一支刀跩按内壁甲插下，搁插着心脏，插啥啦？插迄个刑事。哦，刑事哦，哦，哎，啊，着，迄大代志大条啦。有。啊，即摆迄个人哦，迄着是讲，较早若伫社会，着是有伊着我啦，啊，别出门着是，阮两个着是，伊个计煞青啦。现在讲个做啥物，啥物意外假啦，人阮这来到个像，而做迄阵我报毒虫啊，报意外假毒虫足好尴尬着对啦。你迄阵个上湘戏个，湘戏嘿，关注着滴啊。上湘戏八零四，上湘戏个吼，八零四个啦。啊，所以了吼，了昨来找我，我讲啊，你啥下规身躯全过。哎呀，啊无哪咧玩哦，找阮两个咧玩。拢较，拢裤头排小，较小碗，变伊一个去拄刑事，拄一个都咁挑伊啊吼，啊伊拄啊拄你啊，有怎啊管脱逃，脱逃拄啊来找，是来找伊。我讲啊，你较会是安怎安尼，我转过。哦，安尼哦。啊，你也有失主，我当遐一个失主好个。我讲诶，你即领花衫，你毋通等咁正，来提等我好。啊！伊这唔知是啥物款的，即个迄个密报吼，早讲来找我，啊，怎中昼吼，差不多啊，未食饭啊，到十一点我当面讲，啊，咱今物着要改革啊，要搁创啥啊？我当面咧坐咧坐，啊，伊朋友啊，伊换贴也走啊，红车甲装脚啥物款哦，会一挂起来迄个现金，也穿着啥物装我压，硬扣咧，主角扣的，我压起去，我压上车顶。啊！即摆压压上车顶的时阵吼，迄阵阮太太啊，甲阮老母拢哭出。啊！伊个正十日，大家安尼，逐日嘛拢伫厝里呢。哟，看伊啊，去咧乌白来啊。哦，拜佛了，当然吼，拢改革。对。啊！要改革啊，你啊，较会家己啊。伊讲来总局遐讲的。啊，怎样你啊？啊，所以迄个时阵吼。老母甲孝甲要求，伊嘛是吼手够够的，两个人夹个压着出去啊。啊，即话去到迄个去到总局伫拘留所啦。下时阵吼，我是讲啊，求到三宝吼，讲叫咱手抱安尼吼，啊念佛念啦吼，啊神父老师甲咱助臂。啊，迄阵在时啊，嗨，我无念佛。即五句，我干呐讲念老师尊主地啦吼，地主蔡伯伯啦，吼，真正我头先去求道，就迄个心内想讲，我要做好人，我唔爱做歹人，啊，我
因为遐迄拘留所吼，还袂送过法院，是伫总教拘留所啦。啊，迄地板真阔啦。啊，我暗时啊，迄种电脑拢细甲爬，怎啊上较贵咧？啊，迄日咧困啊啦。阮迄一日拘留所，我伫在第三房的吼。啊，内面在两个啦，啊，隔壁关查某啊，关啥物迄种违禁的啦吼。啊！伊在咧睏啊，我若爬起来吼，起来你唔爱就对啦，关含你关做伙咧。迄熟悉啦，哦，安尼熟悉。迄大家共学得。哦，安尼个，哦，安尼熟悉。啊，我是讲，啊，宗教，迄宗教的拘留所，我迄阵会使讲啦。我那即摆咧宗教，即摆宗教，迄个孔子庙边啊。哎。啊，迄较早咱若咧乌白来烦恼咯，迄我足食入去。啊，对啦，迄你愈食。一坐下啊，我拢跪咧吼，跪咧啦，啊，手我睏，我干那。念两摆华富师尊，地主某某就环境真正确实要解决，我绝对无乌白骗的，请老师吼，给我宽赦，上较贵的，啊无讲个，咱是讲啊，就看迄把电脑就好。对，哈，啊，即摆计当刚讲伊，咱要给我报出去，我不要报出去，所以变许个感应来了，啊！只报出去，报出去了吼，你一下播就，你一下报出去变中道啊，就办你手续，办办的吼，啊！只报我好团呐，哦，报我好团，啊！只过冬天我就讲，哎呀，啊！我几天无去拜香啊嘞，好赞，对，过冬天带去拜香，啊！迄阵跟神宗的吼。看到我啦，爱当主也看到我啦，啊规个，阮老母，我伫求的时阵，阮老母有去找黄总的，哎呀，啊都知啊，信徒拢知啊啦，啊知我上惊就迄个当主，迄个新当主，即摆新，甲咧新副总的，你甲看，这都怪啦，这都毋是我的代志咧，哎呀啊。就即摆我若去吼，有人啥无，迄当主单无啥加合我，打招呼。哦，安尼哈。我点点啊拜完了。我若去，迄只风教路就接骨所就互咱唔做。是。我甲表面讲，这毋是我犯的嘛。因为我若甲你答应讲我要改革吼，我就去。对啊。啊，因为我头拄仔咧讲我是啊较乌道。伫乌道中间，当脱离开来向善吼，迄就是迄有哪爱艰苦才有三四年。真个吼，当然。请阿哥来甲你找。哦，对。啊，因为我较早吼，真傻啊。要来给我找吼，要来找我麻烦吼，有哪爱看烦人。当然个。有个来到地，有是自督啊来找我，后壁来啥物要提钱。啊，倒背起来，啊，倒要安那，我甲讲，你想我啦，我倒创业，气卡要甲站落去就走。哦，哎呀，啊，有当时啊，就伫这个迄个，或者较早做小琉球吼。啊，小琉球。嘿啦，小琉球迄个，伫遐倒来，啊，无就伫倒当倒来啦嘛。就讲诶，啊，大，啊，迄个兄弟，迄个出国倒来吼，安尼出来请安那。我即马吼咧做工咧，即马无代志做，伫遮我也无趁钱咩啦嘿。啊，我一切一挂遐教堂舞厅啦、地方，我拢无咧收啦。哎呀，啊我较有诶，啊拄啊三四个吼，啊包括迄种细啊，也倒要我批要我安那啦。哦，啊我拢点点素材安那，到尾我讲性质发起来，伊就走啊。哎呀，伊惊我，我若搁去哦，看起来哦，完全搁变起来哦。啊，较有就个高雄遐带四五个，啊来台南找我，啊找我讲要恁来舞厅跳舞要安那拄安那吼，我甲讲，我即马无法度通甲你签嘛，较早迄足会准，啊我即马签了，即个因果呢？对啦。哦，啊一日下巴完收单，三四个单我下出。哦，安尼啊！阮老母讲，迄阵要入来找啦。阮老母讲，哪要来找你啦？我一日出去，怎互押出去到安平路遐？怎啊，两支刀怎啊，挤掉个啦？哦，啊，我怎啊跪落啦？
我跪了，我即马无咧佚佗啊，吼，安尼啦。啊，伊跪掉就讲要互我死，一个讲我死，无脚要甲剁起来。你较早都有我劈啊，我即马要甲你剁下来。我甲讲，啊，你著疗效我啦，我甲你跪啦。我跪。哦，这个不简单啊。啊，伊讲，啊，你较早来高雄港岛吼，我去台南找你，会使条件拢会拄好咧。哦，我若来港岛，伊西是逐个吼。你拢乌到拢平铁片啦吼，啊对，啊你今仔给我跪了，伊讲怎起价我踢一下，讲啊你这已经无路用啦，啊佚佗袂用你啦，我啊袂用你，我即嘛一日倒来，阮老母讲，啊有甲叫来食饭，讲倒去啊倒去啊，我嘛唔敢吼，是倒人烦恼讲头拄啊，不用出，哎真正哎。啊，即摆你后就安尼，拄滴啊，你无咧养元宵，啊，就吹。啊，就会去伫这个，黄副总当然的这个药店遐问，唔知我咧扫啊是安那包扫药啊。啊，去闻到风胶咯，感觉无，咧较早无咧，迄油炭帮的吼，遐较早遐有啊一挂。哦，安尼。啊，一挂迄较早就是。是伫迄个酒家吼，伫餐厅酒家，啊两句话无好势，我伫酒家甲拍甲闹开，也敢那甲插啦，吼，酒敢那讲破就插了。啊，迄个元宵结头几啊冬啊，伊也含我无敢拍啦。啊，迄阵咱是作势，无唔敢找我。啊，咱即摆修行啦，就讲我了咧求道啦，甲种诶，啊甲老母娘生到大，讲我一定要做善诶人吼。哦，我来到地吼。起初我是听伊讲，看我伫迄个食水或食副总个遐，我拄只去遐坐啦，啊伊住伫皇家路那边个遐。伊起初伊就是讲带四五个囡仔，啊拢也长个一刀吼，武士刀啦。啊拄啊带来讲要来给我扑落去，啊迄阵我来含迄个食副总个，都迄阵伊无啥咧进个嘛。哦，伊球比我足早球都站几啊冬。啊，拄啊，互一个朋友，迄有人共阮较早吼，伊迄算做一个帮派啦，迄有人捌我啦。啊，即摆伊有人捌因遮囡仔啦。哦，安尼哦。伊捌新田路遮啦，伊讲，啊，你要找伊倒，要用嘛伫搭，我要来甲拖着了。伊讲啊，人即摆咧修行啦，你甲抬这后路用。安尼啦，哦，啊讲，啊迄款迄有人共阮帮派，帮甲抬啦，安怎无？啊，无即马即个事主伫迄个酒家，我甲闹去哦，伊个形还佫袂，吓啦，啊，拄仔伫，我拄仔一位去甲副总个，迄药店遐包，伊拄仔起来嘞，拄仔，吓，伊讲我几日前吼，我传三四五个囡仔钱买甲你喷哦，啊，去互某某人，迄项我啦足好啦，甲我沾光棒啦，你即马咧受刑啦，哎，我同啊，咱也无咧食薰同啊。可能桌顶无火咯，迄个点啊，甲回失咧啦。回失咧啦。啊，乌道你若讲回失咧，是足够去。对啦，对。哦，我伫甲回失咧，啊又啉寡酒。我伫甲回啦，吼，较早我就袂晓想，甲你闹去啊。哦，啊是伫酒家互我闹去，迄是足惨的。对啦，伊啊叫，互我甲闹去，啊我甲讲伊讲要传人，迄阵初初伫酒家，我甲拍了吼，我当遮坐等伊。你去串啦，你串咧一排单闹三台客运车来到的吼，啊人一个留落倒起来，就饲你酒家要我铺，我就坐当面咧。啊，看着我咧讲，啊你哦，啊要嘛你家己，安尼家己好好，等啊等啊。哦，你还够熟悉。我等你，啊伊真难作煞的啦。咱师傅拢有戒心。啊，所以这个就是人讲因果报应。是啊。你做，你讲安那讲。哦，共戒着，你着也互家己戒啊。对啊。啊，所以咱咧修行就是讲，你遮因果无了袂使，人安尼甲咱找冤仇，咱嘛爱互找啦。对啊。对，甲回失咧。对啊，对啊。啊，安那安那。啊，共抬一个，较早叫做新丁三金啦，冤金、冤金、木金啦，迄个是我甲泼啊，脏哦。哦。迄伫个。伫个迄个保安市场，迄黄家店迄个虎山口，个门口遐，我甲泼啦。迄金西店个，迄讲啥物好个，功夫偌好。哦。嘿。
伊俩我扑无死啦。吓咧啊！啊，到尾，迄个一个新南国小吼，有一个家长会会长哦。嗯嗯嗯。迄个阿华甲扑啊怎啊？我讲你台南市毋通大，你毋大没有死。哦。啊，若掠着吼，差不多足凄惨个对啦。嗯嗯。啊，所以足杀你。即摆咱求道理后，有一日伫玉山咧工作咧做项目吼。嗯嗯。哎，啊，较即个较难。哦，安尼讲，系啦，即，系啊，歹讲啊，啊，拢无我看，你较会来遮，哦，啊，我嘛是讲，迄拢大家无讲的，我嘛是，啊，你较会来，就系讲，即班要来玉山参访的，新南家长会，哦，伊即番家长会会长，即番出钱，哈，我知影咧吼，我就隔顿工我就去找伊，啊，即。这条小吼，你也袂使。对啊，啊，伊丈夫若我甲扑啊，要使使。啊，伊也唔敢来给我迄啦。迄阵我伫玉山，伊也唔敢起来给我问着对。嗯嗯。啊，咱是讲这我转来吼，一定爱来处理。嗯，甲这个做了了解，去到引导吼，甲会。哦，安尼吼。哦。啊，到伊足生气。哦。哦。伊讲伊有哪要找我算账。嗯嗯。了解你，啊！我安尼直甲花，直甲我都唔知影啦，我都袂晓想安尼，啊，差不多拢同情我，啊，啊，若遇到是风刺激刺的，啊，若无是差不多拢同情我者，差不多爱头三四年，食毒的嘛来找我，啊，后尾喊我学白来，啊，我拢要求啦，啊，无就用硬的甲吓走了了，啊，一阵。新庄的哦，伊阵哦，伊有若食惊啦，食讲我惊会坠落，有我惊会坠落。但是每礼拜拜五若咧上课哦，我暗时要等着去，逐礼拜我着去。啊，当作若是下晡你是要发生个代志，下暗要去听道理哦，我若毋敢防知影，哎，自己家己处理，自己家己了断，啊，自己家己吃苦。啊，若差不多啦，上个日啊，咱就去，迄经理我就去，啊，毋知讲我，咱你是要安那吼闹开，是啊，到起来啊，当我门口安尼拢围起来，啊，厝边迄一挂铁门拢关起来，吼，拢惊死，啊，我嘛含伊应付，啊，对迄个对面厝边头尾讲，哎，张林先生问阮太太，啊，林先生是含人啊，啊，到何人？也倒来咧睇啦，啊！恁先生看到了高音啦，看到了，是啦，我先生讲高音，讲高音，唔捌看到遐高音啊！啊，所以神作伊安尼足担心我啦，担心我啊，无微不至安尼，甲我关心拄到来，甲我看我安那安尼，哦，实在是咱求到啦，好感动，足许，系啊，我几万分都幸运感恩着，所以伊的这个。诶，对我吼也是真正大恩大德安尼。咱即卖吼，即个头拄仔咱有听到咱蔡副总诶讲伊过去诶经过吼，即真正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哈。啊，所以咱会使讲啊，我那讲这英雄会当讲有咱蔡副总安尼，会当来咱道途中做一个模范吼。啊，我相信啊，蔡副总呢也是一个咱啊道中呢。真好诶，教化诶，人才，因为伊有过去的经验呢，会当用伊过去实际上吼，诶，即事情呢，诶，即事迹呢，来甲大家啊劝化，这是一个足好诶啊人才吼，真优秀诶吼，啊，即拢是咱啊新总教理德中总德曼师呢啊，伊口薄心呢，安尼一直一路甲劝化过来。哦，啊，咱无咱即摆吼，先来用餐，哦，啊来再继续来，好唔好？啊，今要十二点嘛，哈，好，咱即摆先停下，哈。小坐一下，好。好，好，伊做一个背景就，哎。对啊。哎，这。哦，要跟你啊，坐了上好看啊。哎。而且你笑起来更加好看嘞，哈。笑起来更加好看。哎。啊，要跟你花钱啊，无你笑笑起来，哈。哦，还是较讲一个吼，吓，啊，一般咱个小副总啊，副总吼，咱经理咱还佫
来介绍一下。